没有余言论。你会喜欢我吗？莎拉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。燕乐，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我很爱她，这一点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。我明白了。我祝福你。真的在一起了，老板。哎，李觉毅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这位小姐执意要等你回来。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哦，好的。任小姐，有事吗？你还问我什么事？昨天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？跟我进来吧。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啊。嗯，还蛮有品味的嘛。哎呀，任小姐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啊。哎，你昨晚为什么一直不出现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临时有事，所以忘了。忘了？哎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能忘了呢？对不起。对不起就有用吗？那你想怎么样呢？我要你现在请我吃饭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很忙，我看改天再约吧。又改天？我再也不要相信你这句话了。你现在就要请我吃饭。任小姐，我想我说得很明白，我今天没时间。李觉毅，你太过分了吧。昨天你一直不出现，我等了你好久，打你手机一直没人接，后来我来去找你，我差点死在电梯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过就是想好好谢谢你，请你吃个饭，你一直这样爱答不理的。你这样做真的很伤人啊。你想吃什么？老板，若亚想问一下，试菜会的时间确定了没？老板。
老板。啊，试菜会的时间。了解一下生活手册，最近在做什么？好的，那时间呢？让他们自己处理吧，这件事我不想再过问了。嗯。对了，老板，温浩博想问一下。哎，两位帅哥，好不容易吃个饭，干嘛老是聊公事啊？还吃不吃啊？那你决定好吃什么了吗？当然了。服务员，你好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好，头盘的话，我要一个意式混合巴拿马火腿加蔬菜；汤的话，要一个波士顿海鲜浓汤；然后主菜的话，要一个香煎银鳕鱼配柠檬黄油汁。好，最后再加一个布朗尼草莓蛋糕。好，哦，最后再加一个法国巴黎的莫埃香痛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谢谢。这样算请你吃饭了吧？嗯，算是吧。那你好好享用。一菲在。买单。是。啊？喂。小姐，麻烦你自己刷一下卡，没有密码。啊？你自己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。好，老板，那试菜会的事情。请慢走。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就照我的意思去做吧。回去吧，我还有事。好，老板，那试菜会的事情。请慢走。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就照我的意思做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啊！乐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乐乐姐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主编找你都快找疯了。主编在办公室吗？乐乐姐，你哭过了？没事，我去找主编了。于言乐，我正要找你呢，你也知道回来啊。我让你准备的笔稿会，你到底有没有上心啊？主编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次的笔稿大会我不参加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乐乐姐，你不是最在意这次比赛了吗？乐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已经决定了。主编，这个是我的请假条，我想请一个星期的假，这段时间麻烦你。严乐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现在什么态度啊？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就永远不要回来了。你，我给你们两个人一天时间搞定严乐，不然有你们好看。